该收拾一下，晚上我做东请他喝一杯。好，我们也一起去大智如此。好的，老板。那个，你赏1000块钱还请我吃，真的是。我这那种傲气就在这里了，我在话剧圈算收入很高的人。咱们继续大智走一遍。就他们的头，对吧？来，梁工，然后就是，对，你就尴尬了。就跟我卖萌来了。好，你啥时候说了一下。对，好，来，我们来了啊，来。